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的是荒野大镖客二线上最新的发家致富的方法，教你如何获得无限的药草。那么呢，今天分享的这个方法呢，无需断网，无需重启游戏，无需复杂的操作，分分钟获得四金条，还是很赚的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首先呢，你要骑在马上，让马帮你摘药草，然后你掏出你的步枪就好了。也就是你按 X 不放，让马帮你摘药草之后呢，你按 LB 掏出枪就行了。按 X 播放，再按 LB。那么呢 ，PC 和 PS 4玩家呢，可以自行对照一下键位啊，也就是你按什么键可以啊摘取药草，按什么键把枪掏出来。你可以找个非常多药草的地方，把这一片区域的药草呢全部收割完。当你收割完之后呢，你就跑远一点，让这片区域呢消失在小地图上，然后呢你再往回跑啊，就可以看到这些药草又在原来的地方呢，又可以再重新收集一次了。这就是最新的无限药草的攻略。那么呢，有了这些药草之后，你可以做些什么呢？你可以到医馆把这些药草给卖掉。当你卖出100个之后，你会获得一个奖章，就是出售给医馆的药草100件。这个奖章呢可以兑换成黄金，也就是重色奖章，就可以获得0.4的黄金啊，可以获得10次，也就是4黄金，还是非常赚的。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，你把这一片区域收刮完了之后，跑远一点再回来收刮。况且阿柔星还有亡命之毒真的偶尔会送药草给你，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背包里面的药草全部都塞满了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兑换4黄金出来了。那么呢，待会呢我会放完整的实况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，获取最新的荒野大镖客二线上攻略。联机群的话，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里面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里面联机交友哦。